感谢大家，大家午安，足欢喜，有恁来参加，因为若无恁啊，咱的成功啊，搁较慢，因为美国甲咱讲，要爱4000个嘛。咱来会照美国的规定，一定要达到。我看，过一两期以后啊，我看咱都已经有到4000个啊。所以，希望大家赶紧介绍你的亲戚好友，较少年的、较有专业的来上课。啊，那年纪较大的，拢叫人来请新闻证。有诶，奈讲，我奈安尼讲，奈无爱年纪较大啊来上课，毋是讲毋好啦，因为我拼活七八年啊呢，我若阁拼一两年，我若爱转去啊呢，所以吼，我爱较少年诶来啦，伊拼咧较久。所以是有这个讲要拜托，叫较少年的靠专业的。你若有考到证照的，你就叫伊来嘛。咱足欠人才的啦，实际上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咱阿伯啊，就是咱要来接这个。把流亡政府请人去金门、妈祖加平潭，迄两个所在啊，是因的所在啦。吼、哦，平潭即马讲那是因的所在嘛，拢会使互因去遐嘛。这就是要甲大家我了解一下。因为咱今仔日啊，这个时间啊，就是高级班的。闭幕词啦，上头啊，恭喜大家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授信，大家会提到一个咱的职业证书，这就是甲大家恭喜的，今仔日看到。咱的做啊，妇女同心哦，我较济啦吼、哦。因为咱即马特别向那个弃中啦，把中国的习惯不要，我们要来模仿这个效法这个欧洲是先进国家，所以他们很重视。母亲节，我伫遮甲天下甲在座的母亲呐、讲节日愉快，我感谢恁来参加伫这个时间，要伫遮要袂走啊，所以足甘心啦吼、应该大家拢捌我嘛，要唔捌我的？牙齿一个好无？有安遐济啦，好来来，好好。好、哦、那因为我这无讲哦，有当时啊，有个人讲，我都从长吼，有一个动心啊，去你七楼啦，因为我唔捌我，你甲问讲，你是
来这来创啥啦？我甲讲我咧做鱼缸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诶我无清楚啦吼、哦。实际上我就往咧做鱼缸，因为伊问讲我来这来创啥，吼、哦、安尼。啊，我往甲大家啊，互大家了解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咱诶课表内底拢有我诶名嘛，吼、哦、啊，都加两个字就好了。哦，张文彦教授，现在有手机的人上手机查我的资料，哦，上手机吼、哦，啊，常啊去看我的资料，啊，就会真清楚。哦，这就是那个工长章嘛，啊，文是文章的文嘛，啊，院是一个文，下面再三撇嘛，啊，不就讲颜色的颜啊，去掉那个月边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一月两月吼、哦、那个，啊，所以啊，好、哦、大家了解啦，啊，真正若要了解，我搁较清楚的吼。哦因为你甲怕张文彦教授下去啊，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学经历啦，跟我的专长著作，甲我的过程啦。啊，实在若要过了解我较深入的吼，入去111四个一，人力银行四个一，人力银行内底啊，啊，入去啊，伊迄叫做啊。世界华人名人小传，那个传记里面啊，我有写格言呐、啊。啊，迄阵啊，甲邀请去111人力银行的时，伊讲啊，麻烦我写啊格言一个安尼啦，好、哦、啊。我迄阵啊，甲这个格言，我甲大家互相共勉啦吼。尤其是年轻人，我迄阵啊讲些态度，吼、哦、态度啦，实在足重要。我乃安尼甲大家讲，因为我体会到安怎，你知影？欸，我不是后面的背景很好啊，我在国立学校，那是为头啊，为下脚走起来啊，搞不安呐，三朝元老的一级主管，又是本省人最年轻的教授，这是安怎甲大家安尼讲？迄阵啊，咱干那入去学校，干那是讲要甲学生囡仔教好一下，啊，甲管较严嘞，好因毕业了后拢有头路。迄阵啊的理想是安尼尔。啊，所以当时做啊科主任的时啊，我就要求啊，为要毕业以前，大家拢爱考到国家考试，因为你要去外口，要去跟人竞争啦，要去跟人竞争，要取得一份工作也很不容易呢，你一定要比人家强，所以当初我要求啊，当然那时候要求到现在我还享受呢，那功德安呢，我的同学那些学生都是像会计师啊，在机关里面也当到一些主管啊，啊，台大的教授跟系主任啊，跟所长啊，我学生啊，
有的学生事业经营得很好，叫我去读去当什么独立董事啊，啊，你是不是我现在还在享受？我啊，这就是要跟大家讲哈，这个就是年轻人哈，啊，就是态度最重要。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把学生训练出来，出去能够他能够谋生啊，又有可以跟人家竞争啊，也都很优秀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啊年轻人，一定要你的态度啊，我自己体会到态度的问题。以前公立学校，我叫你做什么代志都爱加班嘛，礼拜六出去做事。欸，有的老师都在领加班费啊，我从来没有了。啊，过来，国立学校说，他那时候没有跟我升等了，我去跟校长讲说，欸，校长，我年资到了呢，应当要跟我升等呢，因为别人都升了，因为我是本省人啊。啊，那些都是老乡啊！啊，但是我也去争取啊，说我年资到了，是不是可以跟我升等？他怎么跟我讲？他说：“宿舍分你一栋。”我安尼有个人讲：“哎，他分会摆平嘛？校长也分会摆平，宿舍分你。”在那时候分宿舍是在那个永和中，欸，那个现在的永和那个公所附近的房子了，学校的宿舍啊，分你一间呢。啊，有的人也去拿了，我跟校长讲说，那个宿舍我现在有住的了，啊，有机会跟我升等就好了。类似这样。也跟大家说明，就是问题啊，我们不去争这个钱财的问题啊，可能是这样啊，在升等过去以后，我一送升等以后呢，就讲师通过。三年以后又要升副教授了，也是运气好。我为什么说运气好？我的主管他要去美国，叫我跟他代理。学校评鉴全国，我那个是最优。啊，我的著作以前都没有在大专院校都没有什么评鉴的了，我还为了什么？为了多拿一点稿费啊！那时候都在杂志上啊、工商啊、那个旬刊上了、啊、都在发表。早期《联合报》有一个什么什么刊物，专门报道给。企业啊，人员来发表的啊，我也在那边发表啊，所以说，学校里面的发表的著作了，我应当是发表的最多。啊，当时那个校长认为说啊，张文彦太年轻了啦，我的主管他。站起来跟我讲话说，年资到了不是年轻不年轻的事啊，年资到了，当时在国立学校那个阶段，就你年资到啊，你的有著作表现也不错，都可以升等了。他一讲我也很顺利升，一升以后
送论文到教育部去，哎，通过。通过的话就变成副教授了呢，可以在学校里面当一级主管了呢。那个人事室啊，还要刁难我。人事室怎么刁难你啊？因为当时候他还聘，因为开那个啊人事评审委员会啊，我就接啊科主任，他人事室还跟写一个用带的啊，我拿到那一张啊，我奇怪，我已经副教授了，还带，好、哦、啊，我也忍了呢，我也忍下来，我就不管他了。哎，校长要调走了呢。因为校长，因为二十几年在那边已经要离开了啊，离开的时候要怎么？我说这个时候不去问清楚哈、哦，到时候就是永久带下去了。所以我就跑去人事室问人事主任，我说：“请问，那时候应当是宋主任哈，哎。”我是不是资格不够？我问他说：“是不是资格不够？”他说：“我来查查，会议记录看看。”没有啊，是另外一个科里面，因为他只是讲师用带的啊，我已经副教授了，都拿到证书了，哎，所以他说可能那个记录的啊记错了啦。没有在记录的人以为现在科主任都是带的啦，发聘书的时候都发带的啦。你看这个慢是不是很严重的事啊？因为我是本省人嘛，啊，我们只有怎么样努力，没有计较，应该做的我们一定去做，一定去把它完成。这个就是要，后来我就体会到说，这个就是态度，做事的态度了。哦，这个是啊，再来啊，就是有心呐、啊。当时候我就想说，我也应当要取得一个国家的证照。很好的朋友邀我去，再去修。没有读的课程，要不然你说不是职业证照的话，哈，一般如果你是高考、普考、普通课程啊，考上了以后了，65岁一定要退休嘛。我当时候我那朋友说：“哎，我们来考会计师好了。”告诉我啊，我说。我们没有读的，我当时候的科系毕业的科系是工商管理系，工商管理系没有修审计学，所以会计师考试一定要考审计学，所以我们就邀我再去修，修完了去考，也蛮幸运的。考上，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了、啊，就是要有信心了、啊，因为大家来了，到现在这个场面也都给大家看到了，报纸也登这么大了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感恩了、啊，大家有信心，我们一定。可能几个月以后就成功了啦，所以必须拜托大家去找专业的，有专业的啊，就比较年轻的来受训。因为谈到这个地方，我还要再补充一下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人才
很多。我在这个地方也讲一下，我受邀去屏东县政府审查啊一个案，三个外聘的委员一去以后，当然我出去都穿这个西装去了。一去以后开完了会，我们一个同亲才来跟我打招呼了，他自己来认我了，因为说，因为像大家这样在上课嘛，啊，他也上过我的课啊，所以他来自己来找我说，他也是童心呐。哦，我说哦，这样很好啊，啊，你因为同学太多了，我也搞不太清楚嘛，哈。啊，以前早期的我们还比较清楚，早期因为礼拜六晚上的等于分组座谈我几乎都会参与了啊，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现在也年轻的啊也多了嘛，都有年轻的去安排去做座谈了，所以就比较跟大家的机会接触的比较少，所以他说有来上过啊我的课，他也了解我啊，所以他来打招呼。我说这样你名片给我一下，我还更清楚嘛。好，名片一看，因为他也是外聘的委员，外聘的委员呐、啊，起码的资格啦，不是专业就是学者，这两个我本身也是专业又是学者，我拿来名片一看，建筑师，一看高雄啊一个科技大学的副教授，你看我们人才多不多，也是现在因为大家不太认识不太了解嘛，实质上我们人才也很多啊，这个就是告诉各位哈、哦、啊，去介绍一些有专业的啊来受训，因为他的专业是建筑师啊，他可能是对国土规划建筑方面很在行啊，那我们也有人才啊，类似这样啊，给大家啊说明的就是，实质上我们的专啊，等于是人才是很多，都还没有浮上啊真正的台面。啊，这个就，但是我们还希望更年轻的啊青年啊来参与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我们闭幕词，是一个总复习啦。我们这几天啊，跟初级班所受的跟高级班所受完的这些课啊，我们再啊复习一下哦。当然，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主张一定要了解，哦，我们的主张一定要了解。啊，开信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？接触到就是在讲我们的主张啊，对这些主张有不清楚的吗？如果你们在回去以后在啊这啊在路上在走，你如果你穿这种服装，人家问你说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什么，
啊，你要介绍给他听啊。哦，我们是依照国际法啊，那么跟这个啊，第一个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啊，让台湾地位正常化，日本天皇啊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啊，美国总统啊有责任还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，这个是我们的主张，也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要去达成的。那么再来第二个，台湾民政府主张遵守国际法，包括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流亡政府啊，都不介绍旧金山和平条约了，他都不介绍呢，连法律系都不读呢。所以因为一读的话，人民都清楚了嘛，所以到现在啊还都搞不太清楚，所以没有读啊，哦，不给你知道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啊。那么台湾啊民政府的立场，不使用暴力武力，那么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啊，当然这里面啊，就是我们只要到美国去法院去控告，赶快把它结束啊，台湾的占领。啊，那台湾民主党的立场就是对中国殖民政权，就是流亡政府了，推动的事务啊，不合作也不配合。这个就是说，流亡政府所办的选总统啊，我们啊，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啊，我们都不愿意去投票，也不要去投票。为什么？人家会问呢，啊，尤其是啊，民进党来说，那我们不去投票，那都是国民党，拢国民党丢掉去啊，当然要安尼才规划因装盘去。因为如果啊，在啊，大家都去投票，他认为国民党政权啊的合法性，延长他合法统治台湾的寿命啊。如果大家都不去投票，像北欧啊三小国里面啊，原来是苏联掌控的，叫大家去投票，大家不愿意去投，投起来的比例啦，他的投票率都没有达到30%啊。后来他们啊，民政府他们啊，三小国自己办的选举，大家都去投了，那后来选出来的世界上都承认了，就说这个是蛮重要的。如果说我们，因为他们所选的是什么中华民国的总统跟官员嘛，就职典礼要不要宣誓？都要嘛。啊，宣誓就是你就被他绑住了。李登辉总统13年呢，当总统呢，有没有改变？没有啊。他要会审，连台湾省现在都还在。大家知道台湾省还在吗？那个，请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台湾省还在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大致都知道了，那就我不再讲了。
那个陈水扁是不是也当了八年？啊，陈水扁说他没有办法，什么人也都没有办法。他讲的这句话就是当时他要用台湾的名称啊申请参加联合国，他记起了啊，联合国啊，那个秘书长跟他推荐潘希文啊，是联合国啊秘书长把他推荐。因为什么？你要成立一个国家要有四个条件嘛，一个人民、土地啊，土地、人民啊，政府还有外交权。啊，你看看，流亡政府这四个有没有？土地不是他的嘛，因为阿扁他说要，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嘛。再来，啊，这个政府现在世界上不承认的政府嘛，啊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个主权啊，我们主权有没有？也，他就是啊，我们土地啊，土地人民啊，政府也没有啊，这个外交权。因为外交权当初跟人家签的都是怎么样？用中华民国去跟人家签的嘛，根本都不可能啊！大家拿那个身份证出来看看，啊，拿身份证啊，大家拿自己的身份证来看看，身份证，上课的同心啊的讲师有没有告诉你们？我们还被做记号呢。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说后面，啊，你父母亲的那个那一啊，我们身份证反过来啊，一看上去的啊，那个右上角那边都有密码。哦啊，这些美国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也真的也不知道。哦，类似这个告诉啊大家了，他一看你是本土台湾人或是啊流亡政府的第二代、第三代的人民嘛，他就区分了。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宗旨是什么，为百姓设想。事实上我们这两三年前，啊，我们自己就打出来了啊，这个理想就是说大家来这边都是要使我们的下一代啊过得更好，把流亡政府赶出去啊！他在这边都乱来嘛，所以说天佑台湾啊，所以说是天佑台湾。为什么会一个科批出来？哦，改变成真，他也真的是没有想到呢，他会选赢呢。后来他的感想说，可能这个是天意了，运气了，努力了，使他有这个机会。他也在台大，也不是很顺畅啊。被打压降级两级啊，所以也蛮生气的，
所以出来选市长啊，真的是天佑台湾啊。那他的观念都跟我们一样，为什么他的观念跟我们一样？哦 ，One City 哦啊 ，One 花曼里的，就是说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家庭啊，跟一个家庭一样啊。所以他的理念是不是跟我们为啊百姓啊设想，为人民设想？那这个就是大家也要知道这一位哈，这一位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啊，楼氏啊啊，他在太阳花过后了，他赶快出来喊出来，他说要给台湾呐、啊、自治了，哦。autonomy 啦，哦，他就是说有上面有人的自治啦，啊，因为有一个机会啊，跟台大经济系的教授见面了，他问我了，说你们台湾民政府最后要走到哪一个阶段啊，走到哪里了？我跟他讲，我们像加拿大、澳洲、纽西兰，他们是英国联邦邦联，那我们就变成日本的什么啊邦联，因为天皇是我们尊敬，因为他有这块土地，那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就是上面有人给你们自己自治，所以不可能说要建国，建国这个是不对的，就是所谓建国就要跟美国打仗嘛，要自己独立出来嘛，独立也不行的，因为阿扁当时候当总统的时候，他说申请联合国人家推荐了，他一下说，那按照联合国啊的宪章啊，住民住籍，我们这边的人民自己来公投，啊，来自己来选择。美国说怎么讲？说不可以啊，美国还说阿扁啊是怎么样麻烦制造者，有没有？因为大家可能会体会到这种情形。好了啊，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了，这个就是辅大辅仁大学聘请美国的啊客座教授，太阳花跑去行政院的时候啦，伊啊到顶怎啊锁入去啦？啊，伫行政院诶抽屉内底啊，去看到这个啦，伊我袂歹吼，中文国看有吼，怎啊甲靠？哭起来了，翕一下相吼，
怎提出来？伊这就是讲，地方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、行政院的哦，拢咧造假啦。伊讲每一个人每天爱入去这个啊行啊政院一点通里面啊，点一点呐、啊，讲这点一点就是讲。拢按赞赞赞啊！爱点五十摆，最少都爱点五十摆。啊，这就是是不是咧造假？啊，这就是哦，类似这个情形啦、啊。啊。当然，这我看咱起码吼，个讲到转来吼，咱大家拢了解，恁起码高级班结束以后，是不是爱登去修理？啊，知影这个情形啊？唔知啊？拢知嘛吼？拢唔知吼？啊！恁国手的地点，伫大家拢知无？知嘛吼？啊，应该拢入去州里内底。啊，咱即摆要来看国手的迄个图吼，要来咱这啊看来国手的要做迄个地点吼，因为。咱来看国州吼，咱来看国州吼，后来咱这个啊台北州哦，台北州。来，大家来看这吼，伊这个就是州里啦吼，即马台北州的京都啊办公室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所在，你那伫板桥附近啊，恁就会使来这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那会要予大家知影，因为现在啊，伫国外的人。我拢有咧看咱的上课情形，啊，伊呐拄啊伫住伫板桥转来，顺续转来，啊，住伫板桥的附近，啊，恁就会使来这个所在吼，啊，电话我甲卡去，去啊去参观这里，吼，啊，予大家知，吼，啊，因为每一个。毕业了后，就是爱穿服装嘛。你若要参加活动，吼、哦，拢爱穿服装。服装就是乌西装，吼、哦、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徽章，吼、哦、啊，白白色，吼、哦、啊，领带吼、哦、没有线啦。你要带什么元素都可以了，哦，这就是咱的规定啊，乌皮，哦，类似安尼啊，甲大家讲者，应该大家我拢足了解。咱要去分传单，也是要去参加扫街，这拢一定爱咱的服装，啊，无就过去看阿公。特别严格的话，你哪会过去买一顶帽啊？吼、哦，啊，一定爱有徽章，啊，这甲大家讲，啊，这拢随时吼会使去遐办身份，你若要办身份证啦，好啦吼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啊，伊拢会使去遮参观的。后来，这里是北都办公室。看到一个较近啦，啊，这里伫重庆北路三段，
233号，哦，啊，电话，哦，02-2599-4537，好，哦，这大家，那恁也较近，台北市的，这么偌济人伫遮，举手一下好无？好好，谢谢。恁看卖吼，恁看倒一个较方便吼，拢会使用电话，因为有啥物活动，拢多参与啦，吼。啊，这就是予大家了解一下，予大家知影吼。啊，过来台北州东都办公室，中孝东路。中孝东路，这里可能新的那款哦。啊，中孝东路六段376号，伊这个六段吼，都要我伫台，你知影？迄，那个以前昆阳站，昆阳站下车啦。哦，昆阳站下车，就是伫对面吧。是不是？哦，昆阳站下车遐啦，所以讲我足方便啦。哦，啊，大家看，那会使甲翕起来吼，哦。啊，你的朋友若要迄类吼，拢叫因去遐也较方便。哦，类似嘿，这诶，板南线的到昆阳站吼，下车就到了吼。啊，你头拄啊迄个吼，头拄啊这个那是方便啊，这就是那个高速下高速公路遐啦吼，那方便啦。哦，但是我阁行出来，伊遐是可能是这个圆山可能那个啥剑潭站的，圆山那是哈，圆山站吼，圆山站阁行出来，吼，行出来，这个从诶，圆山站阁行出来，这个要做重庆北路的地方就对啦，吼。好，啊，过来看，啊，这就是，头拄啊，这板桥诶，板桥火车站下来吼。啊，出来应该倒手边啦。嘿，你就是那出来吼，你啊看，伊这昭明前路啦，昭明前路就是迄站啦。啊，你看，小啊看的看板，我第一摆吼去吼，那是知影讲伫板桥。啊！一出火车站啊，啊，那小啊吹者，小啊看者，啊，了啊行者，啊，都看到看板啊。好，哦，这就是啊，甲大家诶，甲，欸，大家讲吼，哦，这里应该拢较方便吼，哦。来，那新德几位啊？有新德几位不？也在你手里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好好。新德几位啊？伫啊中啊中山东路55号，好，哦，331901，好，哦，啊，这大家会使介绍。那无来，咱那是当然拜五、拜六礼拜拢伫咱啊中央啦。啊，那普通时啊，恁大家会使去遐联络吼，啊去遐 啊了解吼，啊去办身份证，这拢足方便的，吼，哦。啊，过来啊，大溪。因为我那要放这個，我阁借问一下吼，这回有
为国外带伫国外等来受信的少年人有啊无？因为前两差不多应该是前三四期以前啊，有一个啦，从意大利来的啦，啊我伊也写一个讲希望讲本土台湾话，因为伊北京话听不懂。啊，所以我才知影讲，哦，有意大利来。啊，我有伫这个咱的课程内底，我有宣布过啦。那是国外年轻人，等下来这上初级班、高级班，毕业了后，我拢有上一个徽章给因啦。啊，迄阵啊，看到这张，即叫咱同心讲啊，去头前办事处啊，加买。一粒徽章一个，到尾讲唔是一粒名啦，迄个一个玩牙手啦，佮一粒牙手啦，讲一个为美国转来者，啊，一个为纽西兰转来者咧，所以迄回都啊，迄期啊都啊有三个为国外转来上课，啊，所以我即马拢会。高级班啊，拢会甲这个国手的所在啦，丢出来，和世界本土台湾人，你若住伫什么所在，你拄啊转来方便，敲一个电话，啊去甲因沟通，去遐了解一下，安尼你就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和大家。新德州，吼、哦，这是德北，吼、哦，德北，新德市啦，东光路，东光路145号，啊，这个所在。啊，那是恁啊，小，我咧讲哦，大家真啊爱了解，你知影，因为。你回去，你的朋友不一定说跟你住在隔壁，有的大部分咱台湾都有朋友啊，你给他打电话说，啊，你不就去了解一下，啊，不然你去你附近，啊，什么所在，你去了解，这样，他那是受益良多啊，啊，你还把这个信息福音报给他看伊有这个福气无？伊若有这个福气，伊就听入，赶紧来受训，赶紧来办身份证。啊，你若做一个好代志啊，啊，你也甲你个朋友介绍啊，吼啊，所以讲，咱大家各所在拢有亲情啦，有朋友啦，啊，你就会使做抄抄咧吼，啊，甲记咧吼，啊，甲翕一个吼，啊，你就足方便啊，吼，叫你遐、那個。拢来啊！哦，亲戚朋友拢来，哦，过来新德州啊，中立郡。哦，哎、啊，伊这是中立区啊，民族路五段21号。哦，这那是，哦，专咱台湾啊，偏我的胜利吧，你知哦？你大家 有了解嘛吼？平湖啊，平湖人成立吧？啊，那平湖的人直接去平湖就好啊。哦，即马啊，这中立啊，就去找这个中立的。后来过来，后来来等一等，过来。恁一定有嘛？各所在拢有朋友嘛，啊，你会使甲卡，伊呐讲啊，你遮啦去遮，搁去了解，搁去提啊，宣传单，吼、哦。后来咱中立大林啦，大拿啦，嘿啦，哦，这是。林口区仁爱路2段106
向十一号。啊，你问你的朋友啊，你的亲戚讲你我伫倒啦，啊，你看我伫倒，啊，你甲讲啊，你去迄个所在先去了解一下。哦，安尼就达到目的啊嘛！啊，那是国外的，你伫国外回来，啊，你我住伫什么所在附近的？你话大家去了解一下。啊，来台中州，台中州那足方便啦，火车头落车啦。咱落车出来，往这个台中公园的方向行去，就是用正手边火车头落车落来，正手边比较行去的，我这个台中公园的路线甲行去啊，就是双十路一段啊，6-3号，我啊电话是04-2213-0196。你安尼，大家给大家看，咱敢会咧算计？哈，单位都有啊。哦，啊，这那是要给恁转的较方便，恁家寄去的，啊，要甲恁亲戚朋友叫伊去吃。啊，较方便。好，过来。这真方便啦！啊，若坐高铁吼，伊个巴士吼，上尾站吼，台中公园拄啊，伫这个对面大路遐停车啦。啊，你呐，拄啊要过来，拄啊行过大路就过来，哈？坐火车哟，坐那台中火车站，落车往正手边，直个正手边直直行啦，挖公园啦，找台中公园啦，嘿啦，台中中山公园啦，哦，迄伫火车头行头有5-6分钟尔啦。好不止吼，好，我这，哦，15分，你不行过吼？哦，你捌行过，因为我拢坐高铁吼，我去遮拢坐高铁去到啊台中高铁站，坐伊个巴士，无钱啦，巴士坐来到台中公园落车，啊，都啊行对面过来。哦，这我方便啦。哦，啊，你若讲15分啊，你就啊，大大行15分，应该会到啦。哦，啊，都那像阮老大人啊，吼，一天最少都爱行咧半点钟以上呢。哦，咱台南州吼，伫这个台南市。中华西路一段271号啊，电话06-2633-4495。哦，阿姐，台南那。几乎拢要完成啊啦！几乎每一个所在有8个镇啊，吼、哦！咱过来看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可能有的照片也未丢过来的款，吼、哦！台南镇，这呐，足好吹嘞！你那坐同年的吼，同年的拢走这条路啦。伊我
暗时啊，会看到咱的扛棒啊，同人呢拢会为遮过啦。这那是就，25372，25372，大家记记咧吼，啊，甲你的朋友电话甲录去，即马。你卖卡手机吼，拢卡电话。咱台湾即马无迄个，迄、那个要做啥？讲做无长途的啊啦。因为流氓政府甲咱赚足侪钱啊，安那赚足侪钱。过无几公里，就讲啥物要做啥物变长途的，人迄。外国一组一组，拢啊四五点钟，咱这才有诶讲半点钟，啊，着变长途。讲以前讲啊，三中埔啦，甲伊甲要搁画较大，讲啊台北地区，啊，甲即卖可能搁一个执行一个，甲要讲好啦啦，全省吼，全啊台湾省安尼吼，拢是。室内电话，所以恁认真卡，吼、哦，无免开偌济钱吼，恁知影的吼，啊讲啊叫伊卡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拢是室内电话啦。安尼大家唔知知影嘛吼、哦？你看这个警察甲咱爷的呢。台南哈，过来嘉义，台南嘉义正好是博爱路二段啊，105号，博爱路都在伫迄个火后火车头遐啦，啊，你唔知，大家清楚无？后火车头吼，博爱路。好、哦、啊，大家翕翕的啊，过来，来。来，咱过来看。有啦，这图讲咩候补啦，哦，接过来收集啦，吼、哦、候补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啊安平镇中山路57号二楼，哦啊这里是临海镇的码头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里有做啊，新中路164期啦。啊，个淮山镇伫柳营啦，吼、哦，伫柳营，吼、哦，柳营路288号。啊，道六镇伫道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里道六四啊，建成路92号。啊，这都我会使个。翕一个啊，都足方便啊！啊，过来，高阳，智利路一段。387号，啊，对面家都啊热啊气啊，有当时啊去吼，啊，伫高铁坐计程车去吼，甲讲热啊气啦，
有的拢知影啦。我讲个啊，个个市拢知影，啊，实际上这就是个个市遐啦，高阳市个个市自立路一段387号。好、哦。好啊嘛吼，好，咱过来。周亚军，周亚军伫啊嘉昌路啊男子哦男子哦，嘉昌路200诶南安街哦245号，啊这个、电话是。36029157哦07，啊那伫国外，啊恁倒来高雄，啊在脱离高雄，啊恁也会使来遮较左营遮较方便，啊是要去州本部拢会使哩。过来。江山，哦，江山是啊，江山区民主路28号，好、哦，好啊，过来。东港啊，过来东港，这是东港镇啊，去帮了你。中山路二段389号，啊，过来，咱过来，屏东镇，屏东镇啊，有两个地方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这里要个，还有一个地方吼、哦，啊，较算讲啊，较近屏东市区啦，伊即讲伫九如遐啦。哦，九如遐可能，哦，高速公路下来哈、哦，啊，那伫屏东，因为我头拄有讲过呀嘛，我有去屏东县政府去审查嘛，啊，审查了后，才去啥？屏东进审查去甲参观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就甲请教啦，讲迄、那个屏东镇伫什么所在？伊讲啊，伫九如遐我有啦，啊，即嘛伫屏东市内底啊，我有啦，啊，所以我才甲讲，啊，无恁就我翕一个来。来看卖咧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拄啊，又，我有翕片我啦，啊，但是也袂甲藏落去啦，啊，但是我直接甲电话啊报告一下安尼，啊，让大家知影咧吼，伊、哦、是08，吼、哦、08，迄、那个732-7648。哦，732-7648，哦，哎、啊，这是伫啊，伫这个叫做屏东市公益街公民的公吼、哦，啊，义是富义的义，公益街啊，235-9号，235-9啦。啊，就是伫这个叫做
至正国中旁边啦，至正国中旁边吼。啊，我看这个屏东市区这个啊，我认为还不错吼。啊，也来得也在，腹地很大，也在停几啊台车，吼。啊，这就是和大家做参考啦吼。啊，过来，连阿君。哦，这是台啊高雄市三民区大顺路啊四十一号大顺路呢，大条街嘛吼、哦，大顺三路吼四十一号。啊。好啊，吼！啊，好啊，咱过来。哦，高山郡，哦，古山郡，哦，古山郡，你看我场面那么大嘛，吼、哦。三民区河北二路131巷5号。啊，那高雄的都会使足侪所在啊，吼！啊，草草咧，啊，看，拢会使去遐去了解者，去参观者咧。啊，过来，凤山，吼、哦，伫大寮，哦，光明路二段215号。这我才在想啦吼，我才在想讲是不是爱各州啊去印一张啦，吼、哦、啊无伊拢八卷啊，八卷拢没有出来，你都迄、那个 A4 的都正反面的啊，头都九个单位总部一个，啊个八卷拢好出来。哦，啊，这一周一周一周多六周，啊，六张，啊，你啊，这样炸嘞，啊，你啊，我那坐伫火车顶啊，坐伫高铁顶啊，啊，边啊讲讲的，哦，你讲伊伫高雄，哦，你高雄落车，啊，无这张高雄，你才提顶来看嘛，才有这些所在较我较近的吼，恁、哦、去。以前吼、哦，以前我有动心安尼想啦。我的名片后边，因为名片正面的嘛吼，佮变过迄边啊，拢印咱的各州的办事处的电话。啊，即马较济啊吼，迄印迄可能迄间六州一滴落去尔啦。吼啊，剩的就要印到印袂落啊。啊，这是甲大家讲。有啦，有这个想法吼、哦，啊，慢慢啊，有咧规划这个代志吼。来潮州啊，潮州这个我也去几啊届，吼、哦，我都去屏东县政府吼、哦，第一届去的时候，啊，都我有顺便去潮州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一个水门啦，水门啦，水门也有一个地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潮州，哈、啊？我你讲吼，迄早期吼，大家，咱后边遐啦，你看后边遐，有无？有无？几号遐侪种无？伊这都是，这海空这些陆战队嘛，啊，这是有做啊，这啊，伊都是我陆海空的嘛。啊，军旗啦，军旗啦，伫后尾遐吼，一个陆战队的有做旗啊嘞嘿，吼啊，这买起来这就是伊早期哦，我有接些旗啊，所以伊拢，这间吼历史足久啊呢，我看
差不多我有四年有啊。所以我有历史，所以伊照遐侪记记啊。啊，你讲第一界看到，吼、哦、啊，我都无补充，啊那大家唔知啊。安尼我历史我足久啊，你知？我第一记的啦吼、哦，我第一记的通信吼。来，朋友，可能最后一个啦吼，朋友吼。啊？台东哦，有哦有哦，台东有哦，花莲，啊，你要不报到啊？要不做来，要不做？嘿，宜兰嘿。因为通常哦，我若讲。但你功课吼，我准备遐吼，讲讲的，真拢讲袂到啊啦，真正开始讲袂到。我想好啊，这回大家高级班啊，咱为家先来开始吼，啊，好，大家知影者，我们不是在玩假的啦，都是玩真的，好，可以啦，啊。对啦对啦啊，现在有的如果在看我们网路的话啊，你刚好在附近啊，啊你就可以马上打电话去了啦。对啦，这个就是也是我重点是这样啦，所以我是啊麻烦工作啊我们的同心把我们收集好了，放在啊做一个 PowerPoint 啊出来做啊，等于给大家知道啊。如果你们有去澎湖的话啦，啊，你穿这个西装、这个服装去的话啦，啊，大家都很亲切啦。哦啊，也可以去看一看嘛，顺便嘛，哈、哦，类似这样。啊，过来哦，宜兰，对宜兰啊啦，哈、哦，都宜兰说的。哦，宜花桌嘛，吼、哦，就是宜兰桌办公室，吼、哦。当然，这个在花莲市，吼、哦，噶说即卖伫花莲市中山路，吼、哦，769号，吼、哦，伫这里所在。哎，啊，过来！台东市长安街69号。啊，过来。好啊嘛吼，好来我个，啊，永利，哦，住伫永利附近嘞吼，啊，第二座城东三街49号，好，过来。花莲镇吉安乡荣昌112号。好，过来。那当然，现在啊，差不多我们各境啊，差不多都啊讲过了。我们现在要再回到头来给大家看一些
影片，好，我们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没有？这个这一篇的报道啊，起码我的看法哈，起码这个是二 A 呢 ，A one 这是 A two 呢，等于是啊第二面呐、啊，正版的第二面翻过来就是这一面，全部啊我起码要花到我的判断差不多要花150万左右，我们去花钱去登啊。啊，但是人家人看免钱的但是伊家人用啥？如果伊那讲台湾民政府啊有40000人来申请的话哦，身份证的话来，安尼咱。咱来去交广告费呢？哦，啊无就讲，伊卖迄个要做宣言，即个讲，你这个无去人收广告费，阿摆你的苹果才甲你撤照，你就是啊啦。这实在。我足大咧，甲咱啊，实际上伊足了解。我要阁插一个恁大家唔知个故事吼。我会记哩头4-5年前啦，咱拄啊上课上煞，趁今日日上课上煞，大家拢合顿个。迄个《苹果日报》啊，一个记者。对吧？伊讲伊是政治的新闻啦、啊，采访啦吼，伊是要写政迄、那个政治的啦。啊，因呢接到因的主管叫伊来甲咱访问啦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嘛也未离开咱。中央回去，啊，拄啊，迄阵啊，拄啊，3:40啊左右啊，啊，咱3:30下课，啊，都大家拢耍嘛吼，伊去吧，讲咩？啊，秘书长怎啊咧？跟伊的著作吼，中文的啦，英文的啦，摕头6-7本啊，创一个官的做啊手提，迄个抓落啊吼。抓纸袋子，然后迄个官的袋子，怎送给这个记者啦？甲讲吼，你即马什么拢无了解，你要来甲访问什么？啊，你这的物件回去读咧，你清楚再来访问。啊，真正4-5年后。因开始来访问啊，用电话来预约呢。因讲什么时阵要来？好啊，秘书长好，恁来，俺家去叫十几个人来和因做访问。啊，这都是熟悉的代志啊。所以讲，秘书长伊他讲咧想啊，足清楚啊。4-5年前，你要来搞豪门啊，你都也唔知啊。台湾民政府到底是咧创啥？你都要来搞门，你哪有法度搞门？啊，无我这些册拢互你提供来读，读起来你有清楚，你才来。啊，有影，有清楚啊，伊来。所以秘书长讲，伊的报道还是。对我们还是很好的。
感谢苹果日报啦，哦，因为伊无安尼报吼，伊袂杀你啊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确实，予大家了解。按我讲啊，足清楚，吼、哦，足讲啊，足清楚。咱即马吼，都要提这点。伊讲新闻前吼。伊讲这个新闻前，伊咧报道，伊若要证实呢，入去 AIT 去问迄个警卫，警卫遐都拢是凡是宪兵退休的啦，啊是啥物退休的啦，去遐甲做警卫啊。伊就讲啊，这都无效的，去问伊迄个 AIT 的警卫啦。啊，到尾伊阁敲电话入去啥？打电话去问因的职员，因的职员安怎讲？不予置评啦，啊，都美国伊也毋敢讲啊，讲有效无效？伊若讲有效，我暗都联邦政府爱倒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若讲无效，啊，这都确实有效的，讲无效，咱即马就要来。看咱早期，咱的童心去美国的时候，那个影片啊，咱的早期去美国去用这张啊身份证这个影片，和大家来了解这里。好、哦，后来咱即马要来和大家约定。地书顶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地书顶常常非常清楚、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。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。亚夫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说灰熊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。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起啊。好，那现在哈，我补充一下哈，这都不是到扛啊呢。迄阵啊，都我他们是啊、初级班被等于闭幕词啦。啊，我看到因来嘛，因顶礼拜才转来嘛。啊！看到因拢伫后壁，我讲来，你来做见证者咧。是安尼，遮个人则请因这拢去美国个，则请伊来现身说法。哦，啊，这予大家知影。啊，我即摆要阁听，阁较最近阁有一个啊。诶，现身说法啊！来，咱来看这是黄石教吼诶讲法。咱请过咱的同心，吼、哦、啊，黄石啊，
叫咱甲鼓掌一下，请伊来现身说法。伊去美国来用着，看伊安怎讲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拢无到空来吼。后、哦、来，阿姨，你讲报告一个时间、地点，啊，甲使用的过程，互大家了解一下。后、哦、来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何泽黄淑娇。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，因为当时去的时候，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，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，我是坐达美航空，伊是坐优越，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，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提身份证给伊，可是回来的时阵，我想起，我有身份证，那未记提何用？我才刚才提身份证给伊，那个通关人员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，他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。结果他就还给我，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，送还给我，我很感动，我想奇怪，我出入美国这么多次，都不知道遇到这么好的，这么这恭敬送给我。再来呢，他给我另外走一边，另外一个通道，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，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。那另外我的朋友呢，他在旁边、哦、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，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，那个外套、鞋子、衣服都要放，都要脱下来，放在那个黑盘子里面，啊、才可以通过。那人呢，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，都要往上这样子。扫描过以后，他有时候不放心，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，才让你通关。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，而且是他很仔细的，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。可是我觉得说，今天很特别，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，甚至呢，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。后来我了解以后，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。哇，我感觉足幸足幸运，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，啊，好像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，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还我。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，伊就安尼一手尔，他没有用双手。那一天呢，他真的是双手，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感动。我讲哇，我吃到六十岁啊，去到国外，这摆是相当尊重啦。因为侬定在国外出去的时候，咱台湾拢无人认，知影咱台湾，甚至吼人拢欠啦。我讲唔是，我是台湾人，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。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，我就感动，说很感恩，一直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。谢谢你们，今天真的很有福报，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，我们可以去国外做备受礼遇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嗯、我看安尼好了。咱啊、同心嘛吼啊，迄、那个做啊黄淑娇吼，伊个足好嘞，伊去啊做宜兰呐。去值班啦、啊！啊，底下一整形哦，就这篇这张照片啦、啊。啊，你敢讲这张照片的来由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哦，这张是我22号去宜兰，啊，因为吼、哦，那个中医师，伊讲啊，我是外国籍的人啊，我唔免办这身份证。我讲办这个身份证，跟你外国籍是无关系。因为这个身份证对你来讲，会当帮助咱的台湾，甚至乎咱的子孙有国际地位，会当正常化。啊，虽然你有外国籍啊，咱台湾囡仔你伫遮出世啊，恁阿公阿妈或者是恁家的人拢伫遮，是毋是安尼？那你应该站出来替咱台湾做一件好事，毋才对。我讲吼，你的社会行遮尼啊久啊，对无？这个人，请这个对，那一位，他是中医师。而且呢，他是有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吧，他在国外已经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。我讲咱台湾吼，就需要你这种人才啦。你少年人吼，应该要站出来。我讲我60多岁啊，我都你做这件代志啊，你应该出来吼帮助咱台湾，啊，让咱台湾吼民众有较紧的一种，对吧？啊，咱来福利，你咪用用，咪用享用嘛，对吧？哈，啊，过来你咪用帮助你其他的环境啊，其他的亲戚朋友啊。咩？伊听你讲了，伊讲嘿，啊，这件代志有意义啊！伊就是甲咱的同心啊，另外一个哦，边啊，我徛在我边迄个同心，伊就赶紧啊，对，那一位同心，
伊就带伊去地政事务所遐，吼，户政事务所遐去办迄、那个，啊，因的祖先的迄身份证，迄、那个来证明啊。哦，啊，过来伊个去翕相，翕相翕好了，哎、啊、呀，相片就等恁的朋友再去也摕就好。所以摕回来了吼，伊就真的当场把那个身份证申请书啊都写好了。啊，唔知足欢喜咯，跟阮翕一张相啊。我一感动就是讲他听懂，因为国外我是给糟透透啊。伊知影咱台湾无人吼认同啦，甚至伊嘛无了解咱台湾吼有这个机会，通好咱家己以后能自治，啊，咱家己能管理咱家己。那如果像澳洲啦、澳洲迄边的安尼吼，生活水准较悬。其实讲我台湾，我住一段时间，我也想要搬去澳洲啦，因为我感觉遐生活水准较好。啊，尾仔阮个训练师甲我讲，你毋是啊，你是台湾人，你啊对等等下台湾帮助台湾才对。啊，无讲实，我十几年来，我拢伫美国，满世界跳透透。我想讲，啊，咱台湾囡仔无互人甲咱注重，吼，无人甲咱尊重，咱囡仔也站出来，毋是为着咱家己，咱互咱世界的人认同咱台湾，即何等的光荣！我也想到安尼时阵，是我讲应该出来做，帮助咱家己，帮助咱的子孙。予咱的地位正常化，甚至呢，咱能讲造福足侪咱的以后的人。我感觉讲这件代志足荣幸的啦。啊，感谢吼，张教授，我这个机会来只讲这咱做大代志。我袂啥人讲，啊，我阁讲我是足感动，因为我会当徛来一只，我是真正很感恩啦。因为秘书长吼创造这个机会，予咱六十几年来，讲实在。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，是咱的福气啦，是咱的福气。哦，大家更加高兴起来。谢谢谢谢。好啊。咱来看咱这个同心吼，伊去关岛要入去啊。提咱这个身份证，哦，阿姨甲要求讲，阿无甲等一个囡仔这里，哦，啊，所以关岛的移民官阿甲等一个囡仔这里，啊，你那是假，伊要甲你等囡仔吗？绝对无可能的嘛。所以，自这几种来甲咱的乡亲讲，这是确实百分之百正确的。因为我伫日本，拄好有一挂南山呢，啊，去甲换。伊讲你爱你的证件，啊，证件都提好，就都去，互你行车咧划位啊，吼、哦、领机票啊，所以无伫辛苦啊。我讲啊，我有这个身份证，啊，提好看，伊俩讲啊，这个啥哩？伫遐啊，东京的机场的银行啊，都换一挂，搁甲换钱换换。类似这的情形啊，是百分之百正确的，绝对是百分之百。啊，因为这早期大家无清楚啦，那么要办这个身份证，我无遐简单。美国讲，好啊，恁来发身份证。发身份证的目的伫呾，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伊甲你讲啊，你予你四十一万人啦，那四十一万人证款我要予你啦。过来就是四千名的公务人员啦。啊，当然咱直直拼，咱。那个苹果日报跟我们说四万嘛，
啊，那照美国规定哪个病？啊，问题就是外口，我别跟你讲啊，讲咱这是诈骗集团啊，和咱大家这有诶讲无爱来申请。实际上，这是美国国防部叫咱来办这张，办这张落啦。伊要甲流亡政府来遮个人，甲本土的日本台湾人划分好清楚。阿伯啊，要公投，摕这个身份证的人。才有法度来公投，因为这叫做啊住民表决嘛，唔是外口的人来个遮啊留落来，啊恁就还要来表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实际上这个土地那是日本天皇的，哪有可能和恁表决的代志？所以这。爱好大家嘛，真清楚哈、哦。啊，咱过来，过来依照 PowerPoint 哈、哦，迄个我好大家看这里啦哈、哦。实际上啦，2010年啊六月二九，啊因为中国加。加这个国民党啊，就是讲国共和谈啦、啊，啊和谈啦、啊，已经两边呐等于友好了，所以讲我因会使回去啊，所以啊，迄阵啊，美军啊都有例外，你看这吼、哦，以前报道那下呢，像讲美军啊。撤台30年，第7000啊舰队的官兵啊再来台，以这样的这样的下出来哈、哦，跟咱 F-18 停入来同款嘛，伊就是干那美国是干那要给咱这的人民爱了解啊，咱这的人民都较早的教育都话你教教死死啊。你讲啊，这美国八礼拜无代表什么啦？讲啊，美国18个啊 F-18 八礼拜无代表什么啊？哦，类似安尼啦。实际上，伊就是啥？这个是我台湾应当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的占领区嘛。哎，他也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他还有这个啊，主要占领全国嘛，啊，这个也都是事实啊。所以讲，咱这边也无法度啊，啊，从这都来啊嘛，你看，这是不是？哦，类似这可能大家无看到啦吼、哦，有的老师可能这个跑跑，哦，讲师无看到啊，我啊这大家唔知有看到无？这个所在是第二座啥？新德乐山啦、啊。啊，什么叫做安邦雷达站？安邦雷达站啊，这个所在啊，所开的钱啊，流亡政府出来呢。啊，但是美国家己来去禁止所有用咱家的人。啊，你出钱就好，啊，我来去，我来买这些设备来，啊，这就是，伊这个要做啥？新竹安邦啊，乐山安邦雷达站啊，这我都控制到下面所在，去甲蒙古迄个所在拢可以，啊。探测得到，整个这是一个啊，管控
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雷达站。好，啊，这那新德的去问一下就真真清楚啦。新德地区的人去问一下，哦。啊，这个台中清泉岗啊，实际上现在暗时十二点过，甲这个六点这个时间啊，是美军在用，啊那美军在用。我一届吼，我看报纸，我来感觉报纸讲，哎，啊这个民航机从香港飞到台中啊那个机场，他说超过十几分钟原机遣返，怎啊无降落，叫佮转去，你超过管制我的时间，啊怎啊报纸报道出来，啊我呐感觉讲，哦，啊哪会安尼，咱咧想。那刘邦政府敢会安尼做？刘邦政府的代志都有诶，都会马马虎虎啊啊！那个会较凊彩啊，个含里合理啊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啦，吼、哦，拢会安尼嘛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军的管理，刷点到，歹势，你搁转去，而且。这就是要跟大家说，事实上美军都在清泉岗，这美军的飞机的那个号码，哦，让大家参考哈。这若证实说美军就是占领台湾嘛，是怎样？咱一个有做等于这是八月十七号啊，莫拉克洪灾的时候，伊那降落啊，啊，这那是运输机降来救济啊。啊，这伫国会吼，这个照片吼。我会记得这个照片，我跟陈唐山，大家应该知道嘛，吼。陈唐山捌第三期啊，来咱家演讲过，吼、哦、啊，应该2011年3月17号，啊，咱都有这个照片，给陈唐山看，啊，应该不会讲伫迄个。在执行啦、啊，用这个照片来执行立法院的迄个什么外交部啦，加迄个国防部啦，爱讲要给美国方便啦，让美国较方便呢。一个国家敢会使让人方便？哈，这就是 AIT 家己咧办啊，哦。因为在这个桃园机场，家己设这个海关啊，自己处理啊。日本大地震的撤到台湾的撤退来家，遐人有走无走？我看到今嘛拢无走，这你也知呗？好、哦，类似和大家好、哦、了解哈。哦哦啊、这可能大家知影啦吼，这都是拢叫做低视度啦，应叫做低视度。啊，这张 PowerPoint 是安怎？我怎啦？这我做的时吼，都啊日本的吼，日本青年军吼，一挂青年啦，我差不多应该十几个吼来咱家上课，迄阵啊，咱我。招待日本的青年来上课，啊，我都要我排一节课吼，我拢用询问的方式啦，啊，让因
来表示意见啦。哦，啊，这都是原差拢伫遮嘛，啊，这拢无去啊嘛，啊，发电机也有啊，拢无去啊嘛。哦，后勤司令部甲联勤司令部，我往下补充一下。迄、那个后勤司令部有邀请我去审查一个案件，因为我是迄个工业工程吼的审查委员啦，哦，工业工程委员啊，我是啊叫我去审查，我去啊审查，我改问啦，哎，奇怪吼，你那个船型嘛，那也没有那个国徽。因伫内底戴迄船旗帽，军官戴船旗帽，那无迄个国徽啦。啊，我做兵的时，我若役官啊，那船旗帽是国徽啊。我甲问啊，伊讲唔是啦，即马改啊啦，改到啥阶级啦？船旗帽你知吼？伫个船旗帽这，伊那三班的就戴三班的，啊两粒无爱徽，得两粒无爱徽，好、哦、类似安尼，好安尼，所以。所以因这根本啊，无外久我才知讲，哇，因都还要裁撤啦，哦啊，裁撤的这个要做啥？这个影片无咱来拜托裁撤的影片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这个根本都无要烧台，要闹跑啊嘛，来。就在今天，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。不过，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精简裁并的青辅会、体委会。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，而且唱了联勤军歌，大家依依不舍，说这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。降旗，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，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，官兵难掩不舍。66年来，大家非常努力，永远牢记，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。交接时拿了骆驼赠画，联勤的军徽，骆驼象征钟情卓朴。尽管编制走入历史，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。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，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。白饭、麻婆豆腐、调理包，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，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，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，重点是300人份。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，2012年底告别的政府机关，还有体委会、青辅会面临整并。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，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末代主委陈宇珍交棒前，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，2012年底体委会、青辅会、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走入历史，兑现部会精简支票。这边新闻，崔龙群、林尚平台报道。我看这大家话足清楚嘛吼，啊，咱来看一个金门的啦，好啦，来金门的吼，我出真的代志吼。今天的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，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
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桃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。我看咱综合吼，安尼三天来恁所读个，啊个，咱真济讲师伫遮讲个，啊咱啊个遮个代志啦，吼啊个片啊安尼个片段片段安尼，互大家较清楚。实际上，确实，因都要落跑啊！迄个叫做啊，金辅聪回来，甲马英九讲大船离港了，这大家应该知影嘛？我足清楚啊，所以百分之百国防部。搬去台地去啊！这那大家应该我知啊嘛，吼、哦！啊那唔知啊，恁上网去看，讲国防部在哪里？吼、哦！现在的国防部在哪里？吼、哦！啊，这东西确实在啊！啊，所以要拜托大家啊，回去做两件代志啦。第一就是叫少年的啊，有专业的拢来受训，吼、哦！啊，甲叫你的亲戚朋友五十，你个做好心啦，甲报一个阿伯啊，伊乃会使来做叫做革命先行者，革命先行者然后加减。啊！以后咱执政了后，对这些先行者，留一些奖励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爱叫大家来办身份证。啊，大家唔知有啥物问题无？然后这个问题，和大家问，好，啊，剩一两分钟。啊！那无一时，特别爱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！感谢大家，咱今日啊，到这结束。